欢迎继续收睇 Learning with Serene Pole Dance 系列嘅第二集啦。咁我哋上一集咧就做一啲叫做上半身嘅 warm up 啦。咁今集咧就会挑战啲咩咧？我哋咧就会做下半身嘅 warm up。咁我哋依家会开个一字马嘅。好啦，我都 ready 啦。咁咧，我哋首先做少少 warm up 先。咁咧，我哋会做一个 half squat 嘅。咁咧，我哋后脚嘅 pat pat 咧会喺个膝头上边啦，然后前脚咧我哋会伸出去嘅。咁记得两边个盆骨位咧要平衡嘅。好，然后咧我哋会 OK 前脚咧，将个人拉长，我哋咧会将肚仔呼气接落去大髀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 ，keep 住背脊系直嘅，然后再接多啲落去。hold 住，我哋 hold 五秒 ，OK？ 好，好，咁到你做啦，嚟俾你，好，就伸直右脚，啱啦，诶，勾勾气啊，系勾气，好，我记得做啦，要喺 pat pat 要喺个膝头上边喎，你望下镜啊 ，pat pat 要喺膝头，系啦，咁样 ，yes， 好，两边 pat pat 要平衡嘅。系啦，俾人家唔好叉咗个 pat pat 出去啊！好，好 ，OK， 脚仔，好，如果可以嘅话，伸直背脊啦，跟住将个肚仔向前折 ，OK， 落去向前望，向前望 ，Yes， 系啦 ，pat pat 唔好扭喎，记得 pat pat 要平衡嘅，翻翻嚟 ，hold 住 ，hold 住，伸长啲个背脊，五、四、三、二、一，我慢慢翻嚟，翻嚟。咁咧，今次都系要留意你个 pat pat 咧。头先一上落去嘅时候，你就拧咗，咁你要咁样 hold 翻住，咁咧 ，yes， 好，慢慢呼气落去，伸长背脊，将肚仔接落去大髀度，好 ，hold 五、四、三、二、一，我慢慢翻嚟。好，跟住我哋咧做第二个动作啦，叫 low lunge。咁 low lunge 咧 ？low lunge 啊？咁我好肚餓咯，會係啊，但係唔係嗰個穿法嚟噶。咁樣，跟住呢只係伸定啊？係，做下只腳先，腳仔。即係呢度係要90度。Yes， 呢個位係係啦。跟住就啱啦，好。跟住咧，盡量將你個 pat pat 向下撳，然後咧接埋你兩個肩胛骨啦。但係只腳咧要 hold 住，唔俾佢喐。可以嘅話咧，向上望多少少，然後背脊咧向後，我哋後彎。Yes， 哦，条腰仔好松喎，嗱 ，hold 住啊 ，hold。如果可以嘅话，再向后多少少，好 ，hold 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翻嚟。要唔要挑战多一个难少少嘅版？系点样咧？放松先，然后接起后脚。系啦，脚仔唔好俾佢叉开喎，前脚 ，yes， 哇，好， okay. 然后咧，我哋慢慢向后 arch back。哇，系啦，慢慢向后拉，大髀系极度拉扯，有感觉。好，如果可以嘅话咧，可唔可以手叉翻喺腰度咧？应该唔得。好，慢慢嚟啊，慢慢系自己包。肩痛，肩痛，肩痛。好 ，hold 住，五、四、三、二、一，好翻嚟。哇，都真系极度有感觉呢、這个。系啊，好简单吧。好，脚仔指向前。系啦 ，OK， 好嚟，将两只肩胛骨向后折埋，好，压个 hip 落去，如果可以嘅话就向后弯，系啦，头顶可以望高少少 ，hold 住啊，保持平衡 ，hold， 五、四、三、二、一，翻嚟，好，跟住我哋又做后脚咯喎 ，OK， 好，好嚟，准备好啦，好，慢慢接起你只后脚。keep 要 keep 住落去嘅，好，慢慢咧将个人升起 ，and 向后弯，后弯，系啦，如果只手可以叉到腰就最好，如果可以再向后多少少就更加好啦，得唔得？再后多拎得咧，好唔好？真系，四、三、二、一，哇！劲痛呢个个大髀，系啊，松下佢先。好 ，OK 啊 ，OK，No lunge pose，
係啦，咁我哋咧喺 low lunge 嗰度咧，仲可以挑戰多一個難少少嘅動作。如果你條腰仔夠鬆嘅話，可以做呢、這、一個，好伸直你個上身先。係啦，記得一陣間咧，只腳要俾少少嚟保持平衡。OK， 我將個人咧慢慢向後 arch， 向後 arch， 雙手咧升起，好，慢慢咧捉住我條腰仔，望下我，好，慢慢越爬越低。夹埋你两只手仔，好，慢慢越爬越低，可唔可以再手仔落低啲？再手仔落低啲，hold住五，呼吸啊，深呼吸四、三、二、一，好，慢慢翻上去。得嘅，得嘅 ，hold 住，系，咁我哋直接落一二码得唔得？好，嚟啦，嚟啦，系啦 ，keep 尽量唔好俾佢推。好，一二三，起多少少 hip 啦 ，turn hip square hip and down。哦，慢慢再落多啲得，自己嚟啦，尽量将呢个位压向前。哦，系啦 ，O 唔 OK 啊 ？OK， 好 hold 住啊。咁你大髀咧，尽量系 roll turn 到咧，系大髀正前方系压落地下，得唔得？哇 ，OK。好，个人可唔可以行下弯呢？会，系啦，如果你会谂嘅话，即系咩咧？个 hip 未够 square， 系啦，试下做一个仲 square 少少嘅版本，我帮你啊！一二三，起 hip up， 撑住地下 hip up， 一二三 ，square hip， 跟嗰边嗰边 ，yes， 记住系大髀前部落地啊，扭 hip， 慢慢坐过去，但系唔好拧个方向，去。好，颠覆了我平时做 speed 的感觉，系得晒啦。OK， 好，跟住自己试下 balance 呢度揿落去，揿落去 hold 住，要 keep 住呢个位揿多少少先唔冧噶。好 ，OK 喎，几好，唔错。好啦，已经得翻半条人命啦。我哋今集就学到呢度为止啦，好唔好啊，老师 ？OK， 好啊，好啊。好啦，咁我哋，咁我哋 warm up 完，我哋下一集就开始正式挑战呢个 pool dance 噶啦喎。嗯，好啦，咁记得 like、shar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